Palm Beach? Palm Beach, yeah. That's in Florida, isn't it? I'm not sure. I don't Palm know. Yeah, some of the Palm Beach. Palm Beach, yeah. For the doors for Guangzhou,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CA. Yeah. Part of Sydney, really, but it is for holiday, and it has beautiful houses and a beautiful white beach with many miles.慢走。好。两位先生住这里，请。休息吧。好好。请。好。有闲啊？啊？怎么住到这深山野林里来了？我是按照刘经理的吩咐订的房，说这里清静啊。哼，是那李小姐的意思吧？你们刘总经理对她真是言听计从啊。哼哼，怎么样，满意了吧？这回我好不容易抽出几天时间陪你到广州来玩，下一次有机会啊，我再陪你去日本、夏威夷，好吧？我还不是为你好，拉你出来玩玩。轻松轻松嘛。好好，你说的总是对的。那明天咱们去哪儿？听你的，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嗯，先去天南第一峰吧。行。Thank you.
休息一下吧。真有意思，我还是头一次来这儿呢。刘经理啊，别累着了，当心身体哦。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来来来来来，解解渴。来，李小姐，请。看，有想请客。刘经理，请。好，包医生，我知道你一向是喜欢喝这个的。谢谢。郭先生，下面我们去哪儿？前面有个燕子岩，听说挺好玩的。喂，什么号码？啊，乘风追月，好，买一粒，对，10000块。还有啊，一马当先搭一本万利，5000块。哎，完了完了，没完，你听清楚，一马当先搭一本万利，5000块。哎，完了完了。哎，你怎么有毒嘛？我这是啊。风流不忘发财嘛。哼，我看你呀，对赌马比对我的热情还要大。那怎么会呢？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要我办的事儿，我哪一件没有依你啊？喏，保险公司的事儿不是都办好了吗？你还不放心呐？好了好了，别闹气了。哦，明天跑马中了彩，我给你买首饰。真的，你不骗我？当然了。进来。刘总经理，给您量量血压吧。好好。给您。哎，啊，这草地真漂亮啊！是啊。Thank you.
哎，这个。这个拿来看一下。请看。怎么样？可以吧？同志，同志，啊！来人，来人！今天早上我们一接到报案，马上组织人封锁住了现场。根据服务台的值班人员反映，死者是早上6点钟走出了宾馆出来散步的。死者是什么人？死者叫刘守德，是香港一家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次是协同太太还有两位朋友一块回了广州旅游。
就住在南楼宾馆203号。同来的几位是干什么的？太太姓李，还有一位姓包的是位医生，再就是郭先生是公司的职员。请通知他们，我要和他们谈话。好。味道怎么样？嗯，马马虎虎。对不起，刘太太，宾馆陈经理，请几位到接待室一趟。什么事儿？哎，你们经理不能到这里来吗？可能是要紧的事，否则不会打扰诸位的。那好，走吧。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公安局的梁斌同志，还有杨同志，这位是刘太太、包先生和郭先生。对不起，把诸位请到这儿来，是为了要向大家宣布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今天早上7点，我们在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发现了刘守德先生的尸体。不不，不会的，我不信。他在哪儿？我要去看看。尸体已经送去检验了，等一下我们可以陪您去认尸。刘经理他是怎么死的？目前死因不明，但我们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请诸位放心。另外，在案子未查明之前，请各位暂停游览，不要离开宾馆，以便协助我们调查，请多包涵。对不起，请问一下，这要多久啊？我们回香港还有很多事呢。我们的愿望是一天也不想耽误，不过还是要请各位耐心地等上3天。对不起，请问3天一定能让我们走吗？一定。刘太太，早上刘先生是什么时间离开的房间？大约6点吧，我刚刚起床。他没有说到哪儿去吗？没有，只说去散步。刘先生走后，有谁来过没有？包先生、郭先生来过，他是来请我们到餐厅饮早茶。什么时间？好像是6点3个字，当时我看了下表。您什么时间到的餐厅呢？鲍先生走后，我去了一下洗手间，就到餐厅去了。大概是6点半左右。请您回忆一下，这次回来旅游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没有，没有。刘先生离开房间之前说过什么话吗？他说胸口有点闷，出去散散步，马上就回来。我问他要不要陪他去，他说不用。没想到，都怪我不好。要是我陪他出去，就不会出这事儿。守德，你只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平时很少出来玩。前不久他做了几笔大生意。我见他心情很好，才劝他到广州来散散心。这两天大概是玩得太累了，昨天晚上他又很晚才睡，早上只说气闷，一定是心脏。
是我害了他。你们一起来的包先生不是医生吗？包先生是守德的老朋友，私人开了一家诊所，医术并不很高明。我早就劝过他，不要太相信包先生。好，谢谢。以后有事儿再麻烦您。小杨，派车送刘太太回宾馆。嗯。经检验，尸体没有明显的外部损伤，可以排除机械性损伤致死的可能。解剖结果可以初步证实，死者也没有明显的心肌梗塞或脑血管意外等其他病变，所以也不能得出病亡的结论。最后经化验证实，刘守德致死的直接原因是氰酸中毒，中毒形式尚待查明。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分析，刘守德自杀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在现场死者脚底下发现的一段香烟，可死者身上并没有发现香烟和打火机，这说明还有过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可能就是凶手。另外，死者身上的钱夹、金表等个人财物都没有动过，这又不像是一般的抢劫凶杀。对，这是一起复杂的预谋凶杀。死者面部表情安详，没有挣扎搏斗的痕迹。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害。凶手很可能是死者比较熟悉的人，所以我们的调查首先从死者这几位同行人开始。哦，来了。哎，请坐吧。好。那不会，谢谢。包医生是刘经理的朋友。是，我还是他的保健医生。您能谈谈您今天早上的活动吗？活动？哦，没什么活动啊。哪儿也没去吗？没有。哦，早上喝早茶去了。几点钟？大概是6:20吧，和郭先生一起去的。有没有到过其他地方呢？没有。哦，对不起，在这之前我还去请过刘经理他们。见到了刘经理吗？没有，就看见李小姐，哦，也就是刘太太。她说刘经理出去散步去了。您能谈谈刘先生的健康情况吗？他的健康不存在什么问题。听说他的心脏和血压都不大好，是吗？是的，不过都不太严重。你有把握吗？那当然，我是他的保健医生嘛。在离开香港之前，我还给他做了一次全面的检查呢。你对刘先生的突然死亡有什么看法？无疑，这是谋杀。何以见得？这很简单。第一，刘先生在事业上兴旺发达，百事顺心，绝无轻生自杀的念头。第二，他的身体状况良好，也绝不可能死于突然病变。只有一个可能，那是被害死的。刘先生生前有什么仇人吗？这我就不清楚了。那么怎么才能来证实这是谋杀呢？这个嘛，那是你们的事情了。对不起，我没什么可提供的了。梁同志。好，郭先生，请坐。谢谢，谢谢。郭先生，您能谈谈今天早上的活动吗？啊，可以，可以。我今天早上6:00左右起的床，接着去洗手间，每天都习惯了。6:04和包医生一起到餐厅饮茶。那么你？别处，哪儿没去过？您到餐厅之前
有没有见到刘先生或者刘太太？没有，没有啊，真的没有。你什么时候见到刘太太的？在餐厅里。刘太太大概是6:30来到餐厅的吧。郭先生，您能谈谈您对刘经理的死的看法吗？对不起，梁同志，我确实不知道什么呀。别着急，您不要有顾虑。好好，请用茶。啊，谢谢谢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好，没关系。梁同志，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以后有什么情况我一定向你们报告。那好吧，郭先生，顺便问您一下，刘先生和刘太太结婚多久了？您和包先生怎么总叫她李小姐呢？这事儿您不知道啊。刘经理在新加坡还有一位夫人，姓冯的，这才是他的大老婆呢。这位李小姐不过是刘先生在香港的一处外事嘛，但是他们感情还是很好的。是这样。这种事可能在你们内地也许看不大习惯，可是在我们香港这是很平常的嘛。还有刚才我打电话给新加坡，把刘经理的事已经告诉他们家里了，这没关系吧？当然应该通知他们家里，您做的是对的。今天先谈到这儿，以后有事再麻烦您。那没什么别的事，我先回去了。好。老梁，从作案时间上来分析，他们三个嫌疑最大的，我看就是那位李小姐。为什么？包国志和郭永祥是6:20来到餐厅，他们可以互为证明。而李丽却过了6:30以后来到了餐厅，晚到了一刻钟。这段时间她在干什么，没人能旁证。李是有嫌疑的，但是作案时间还需要进一步的印证。真是撞鬼了，这下不知等到哪一天我们才能回香港啊。这人命关天的事情要是缠进去啊，那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哎，他们不是说3天之内一定让我们回去吗？谁知道他们说话算不算数啊，我对他们是不大信得过的。喂，老友。哎，刚才他们找你谈话都问了些什么？哎，还不就是刘经理的那些事吗？这位刘经理哪儿死不好，非要跑到这里来死，弄得我们都受牵连。他们来这儿几天，每天早上刘先生都由刘太太陪着到外面散散步，不过今天确实没见他太太出去。还有他们原来打算明天就回香港的，还在服务台预定了明天回港的车票呢。那个人是谁？这是住在3楼的马先生，也是从香港来的。世界上最最不幸的就是女人了。是吗？这些年你过得不是蛮快活吗？没想到你也这么说。老头死了，回香港后有什么打算？不知道。阿文。你看我老了吗？不老，正当年。我还像以前那么有魅力？当然有。这几年你是不是很恨我？为什么？不为什么。除了这位马先生之外，再也没有发现过有其他的人和他们有过来往。这一点请您帮助多了解一下。好的。
啊，再见。哎，好好好。梁同志啊，喂，是郭先生吗？是啊，是我。什么？皮鞋不见了？就是啊。哎，我的一双皮鞋怎么也不见了？嗯，啊，奇怪。谁呀？请进。对不起，包先生，我看见您的鞋太脏了，帮您擦了擦。哦，谢谢。给。这是李小姐的，我这就给她送去。谢谢，麻烦你了啊，李小姐，你放心好了，鞋子没有丢啊。据了解，这个姓马的和刘守德等几个人是同一天住进宾馆的，可是相互来往并不多。最有意思的是，这位李小姐与那位马先生还有过一段浪漫史。那位姓郭的说，三年前李小姐在香港一家夜总会里做事。那时候，他跟马文曾是一对打得火热的情人。后来，李小姐认识了刘经理，才慢慢的和姓马的冷却了下来。这次在宾馆里相逢，他们都说是完全意外的巧遇。哼，我看没那么简单。哎，说不定这里面可能大有文章。是，我是马文。嗯，对，没有，还没有。弄到手，一定，我会尽力。没有暴露，放心，我有办法。情况不太妙啊！我知道了，这件事我来办。你放心，我会小心的。知道了。
请进。李小姐，早晨好。早晨好。老梁，早上我试过了，从宾馆门口到后山荔枝林，慢走来回要40分钟，跑步也得要22分钟。而李丽在和包先生分手后，15分钟就来到了餐厅。哈哈，有意思。看来他们都没有作案时间。那最大可能的就是那位姓马的了。不，我了解过了。那天早上，马先生一直在和服务员聊天。梁先生，梁先生，梁先生，麻烦您，请到我房间里来一下好吗？我有件意外的事情，想和您谈一谈。好吧。好。今天早上收拾东西时，我才发现放在行李里的一笔款子不见了。那本来就放在这个箱子里，就在这儿。有多少钱？4万多一点，这次出来手头一共带了5万港币，这几天七七八八的用去了不到1万，剩下的本来都放在这个箱子里，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这两天都有谁到过你的房间？除了服务员小姐之外，郭先生、包先生都来过，不过我想他们是不会做出这种事的。关于这笔钱都有谁知道？除了守德和我之外，只有郭先生知道。哦，对了，前两天郭先生曾问守德提出过要借钱，守德没答应。为了这事儿，俩人闹得还挺不愉快的。哪天？就是去燕子岩那天。梁先生，这事儿请费心帮忙给查一查好吗？这可不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我的命也太苦了。请不要着急，这事儿会弄清楚的。有什么消息，我们通知您。梁同志，杨同志，嗯，我有些急事，想跟你们谈一谈，可以吗？可以。啊，请。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一大早，我一睁眼就不见了郭先生，我以为他喝早茶去了，可找遍了整个餐厅，也没见着他。我想这事跟你们说说的好，免得再出什么麻烦事。还有，昨晚深更半夜，不知道他和谁在通电话呢。老梁，宾馆里外各处都已经查过，没有他们。据服务台值班人员反映，今天一大早曾见到马文和顾永祥前后走出大门，至今未回。老梁，已经向局里报告过了，车站、码头、机场都已经采取了措施。走。请进。哦，包先生。郭先生到现在下落不明，为了对他负责，我们想检查一下他的东西，请您合作。能，搜查证，可以。这是他的行李。这么多的钱，
经过对尸体的进一步复查，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红点，这是中毒的伤口，凶器可能是一种很小的针。奇怪，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这类的东西。老梁，要不要再重新复查一遍？好，你和小杨到现场再复查一遍。阳光，你快来看。哎。喏。嗯。走吧。请进。李小姐，我收拾一下房间可以吗？好，可以。李小姐，知道吗？郭先生回来了。怎么？是抓回来的吗？不是，是他自己回来的。他在哪儿？啊，在接待室。公安局的同志正在跟他问话呢。哦。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到山上白云观烧香求签去了，真的，是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老婆。我老婆得了一种怪病，总也不见好，看了好多医生也没有用。昨天我老婆打了个电话给我，说白云观的神仙特别灵，让我给她求个签回去。当然这种事你们是不信的，可是我们香港人呢还是很信的。那您为什么不同我们打个招呼呢？你们宣布不能离开宾馆，我怕不准。对不起，对不起。郭先生，目前案子还在侦缉中，希望您能合作。是是。问您一下，这次来广州有没有和刘经理发生过争吵？没有，没有啊。真的没有？哎，您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这是刘经理的钱。为什么在您的箱子里边呢？梁同志，事情是这样的，我这次来广州。这都绝对是真的，不信我这儿还有刘经理的信呢。哎，在哪儿？那你看，这是他亲笔写的。这封信可以借我们用一下吗？可以，可以。郭先生，您见到过这种针头吗？这不是打针用的吗？好像包医生有啊。关于这位包医生，您能跟我们谈点什么吗？可以，可以。包医生原来是武汉人，60年前后才来到香港。那个时候他是很落魄潦倒的，后来刘经理看在朋友的面子上借给他一笔钱，才买了个牌，开了一家小诊所，七搞八搞到现在才混得可以了。可是那笔钱他一直赖着不还，前不久为了这笔债务，刘经理还跟他生过气呢，两个人大吵大闹了一番。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包医生是很不够朋友的。
你先休息啊，你脸色不太好啊，哪不舒服啊？我给你看看。不用，不然我给你打一针。不，我不打针，对不起，我最怕打针，我出去走走啊。 是你？怎么，不欢迎吗？不敢。昨晚你去拜访我，今天晚上我是来回访的。
是同一个型号。马上拿去鉴定。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哎，老梁，这是技术科的同志连夜进行的鉴定，给。显然，有人在捉弄我们。老梁，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时间很紧了。香港方面有消息吗？还没有。小姐，买单。先生，都开在一起吧。哎呀，马先生，让您付账不好意思。来，给我，给我。不，不必客气。走吧。哎，梁先生。哦，刘太太，有事吗？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能不能把死亡证书给我？我回香港后好为守德办理后事。放心吧，在你们走之前一定会交给您的。好，那多谢了。不客气。再见。梁先生。哦，马先生您好。怎么，案子有了眉目了吗？天下没有解不开的谜，多谢您的关心。请。谢谢。您的打火机挺漂亮的嘛。哦，是吗？要是喜欢就送给您好了。不，这怎么可以呢？不用客气，我这也是借花献佛，这打火机不是我。哦，这是别人丢在我房间的，我想他也不会再要了。那就多谢了。呵，小意思。老梁，我看这个案子可以结了。哦，不能草率，还有最后一个谜，我还没有解开。哦。哎，你看什么呢？也许，我找到了解开最后一个谜的钥匙。请进。包先生、郭先生，请二位到接待室去。好的。请进。刘太太，请您到接待室去。哦，知道了。
马先生，公安局同志说，请您也到接待室来。行，我马上去。这件事已经办好了。诸位，今天是第三天了。我曾答应过，今天一定向各位公布刘守德先生意外死亡一案的侦缉结果。现在我就履行我的诺言。首先必须要告诉大家的是，刘先生确实不是因病而亡，他是被人预谋杀害的。我们知道诸位都非常希望早一天回香港，早一天回去和亲人团聚。这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回香港的直通车票，但遗憾的是只有三张，也就是说你们中间一个人不能走了，因为这个人就是杀害刘经理的凶手。请各位不要着急，下面我将把我们的侦缉过程原原本本的向大家讲清楚。刘先生是在前天早上在后山荔枝林被害的，根据多方面的调查，我们发现刘先生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所熟悉的人谋害的。而据了解，刘先生在这里除了在座的四位，也就没有什么其他更熟悉的人了。于是你们四位也便必然的成了我们主要调查对象。我们首先调查了前天早上各位活动的情况，发现四位之中的刘太太，也就是李小姐嫌疑最大。我？你们有什么根据？刘太太，先别激动，听我说下去。因为那天早上包先生是6:15来请刘先生和刘太太去喝早茶的，而刘太太却是6:30才来到餐厅的。也就是说，从6:01到6:30之间，这整整的15分钟，刘太太在干什么，没有人能为其旁证。我在化妆。我说过了，请您不要激动。后来我们做了实地勘查，发现从203房间经宾馆正门到后山荔枝林，来回最快也需要22到25分钟。可以说刘太太没有作案时间。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情况。昨天早晨，刘太太突然报告，她丢失了一笔数目不小的现款。几乎同时，又发现郭先生不见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是不是郭先生谋财害命，畏罪潜逃了呢？以防万一，我们不得不在机场、车站、码头，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正当满城风雨的时候，郭先生又突然自己回来了，经了解。原来是一场虚惊，郭先生没有潜逃，而是上山到白云观，为久病不愈的妻子去向神仙进香求签去了。是的，是的，这一点有人可以为郭先生作证。对，我可以。那天碰巧我也到白云观参观，见过郭先生。这当然还不能说明郭先生的嫌疑可以完全排除了，因为刘太太所报失的那40000港币。毕竟是从郭先生的箱子里边找到的，这笔钱是哪儿来的呢？前不久你不是还为借钱的事儿跟刘经理发生过口角吗？这一切
还是请郭先生自己来讲讲吧。行行。事情是这样的，这次回来本想买台彩电送给我姑妈，可是我又没带那么多钱。那天去燕子岩玩，我看见刘经理玩得很开心，所以我就向他开了口。刘经理啊，经理，托您的福，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哦，好好好，有什么事尽管说好了。刘经理，小事一桩，我只是想跟您借几千块钱。哎，月霞，你知道我一向不是小气人，不过这一次回来开销真不算小啊。刘经理，您别误会，我只是打算买一台彩电送给我的姑妈，可我又没带那么多的钱啊。那你回香港买一台，托人带回来不一样吗？哎呀，我已经说出口了，如果不买啊，我这面子。我带来的钱的确都派了用场，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哎呀，这几千块钱对你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哪有像你这样借钱的呢？我的钱有我的用途嘛。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我帮不了你。我在刘经理的公司里打了十几年的工，从没做过对不起老板的事，没想到这次开口借几个钱竟撞了板。越想越生气。刘翔，干什么了？还生白天的气啊？我哪敢生老板的气呢？算了算了。啊，是这样的，我有个堂弟，几次写信来说要盖房子，钱不够，要我帮他几个。我这次来是带点钱来，原打算交给他的。好了，这样吧，就从这里边抽出4000块，你去买彩电，剩下的你按照这个地址交给这个人。这是我写的信，你一块儿送去吧。刘经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件事交给我办好了。这笔钱我还没送出去，刘经理就出事了，所以这钱还在我的箱子里面。我们经过技术鉴定，这确实是刘先生的亲笔信，郭先生盗窃现款的嫌疑也可以排除了。尸体解剖证实，刘守德是被一种毒刺一类的东西致死的，而当我们对作案现场复查的时候，发现一枚可疑的针头。非常巧合的是，与此同时，包医生的针盒中也缺少了一枚针头。这是陷害，纯粹是陷害。我们又进一步了解到，包先生与刘经理之间曾有过一笔数目不小的债务纠纷，难免不令人这样的猜疑，会不会是包医生利用医生之便灭口以赖账呢？原来是你杀的人。你们是在制造冤案。包医生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有的时候也会干出一些不怎么聪明的事情来。就在昨天晚上，事实证明，作案现场所发现的那枚针头与包医生的针头是同一型号。这么说，凶手真是包医生？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不不不，先不要忙于下结论，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我们连夜进行了技术鉴定，
结论是所有针头上都没有发现氰化物，针头并不是杀死刘守德先生的作案凶器，包先生的嫌疑也就排除了。包先生，我不明白，你本来是清白的，为什么却要深更半夜跑出来扔针盒呢？说实话，我一直是不太信任你们的。当我发现丢了一个针头以后，我怕说不清楚啊，所以我你不信任我们，结果却增添了麻烦。那这是你丢掉的针盒，现在物归原主吧。啊，谢谢啊。那凶手到底是谁呢？马文先生，我们早就注意你了，您根本就不是什么陪国外亲戚回来探亲的，您是同刘先生他们同一天来到广州，同一天住进这松林宾馆，是巧合吗？不是。这几天刘经理他们去什么地方，你便出现在什么地方。马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到底在这个案子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从调查中首先了解到的是，马先生与刘太太过去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关系。说明白了，今天的刘太太也就是马文先生的恋人，多有意思的特殊关系。难道这没有可能构成马先生的作案动机吗？另外，我们注意到案发后这几天，马先生的活动又与众不同，他与被害人的亲属刘太太来往密切，又多次向本案人员刺探案情，跟踪与本案有关的人员，频繁地与香港通电话，这一切都是无缘无故的吗？特别是今天，马文先生又主动送给我们一件礼物。经过检查，在这个打火机里面，我们发现一个发射杀人毒刺的精巧装置，可以确定，这个打火机正是杀死刘先生的作案凶器。好像真相大白了，但我要说的是，真正的凶手并不是马先生，是的，不是他。他没有作案的时间，前天早上马先生一直在和服务员闲谈，这一点宾馆赵小姐可以作证。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我们刚刚从香港方面得了马文先生的身份证实。介绍一下，马先生的真正身份是香港永安保险公司的秘密探员，他这次来广州的使命是暗中保护刘经理，以防不测的。关于马先生的许多谜似乎可以解开了，他也不是凶手。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呢？回过头来，我们不能不重新再看看李小姐了。是的，这几天有几件事儿您是反常的。头一件，你明明知道刘先生把40,000港币交给了郭先生，可你为什么还要报假案，说是钱丢了呢？不，我不知道钱已经交给郭先生了。你知道？你忘了，刘先生是在汽车里告诉你的。不是还有40,000块钱吗？那笔钱我另有用途了。什么用途？你别管了，钱我已经交给友祥帮我办事儿去了。哼。这件事儿，这位司机同志愿意提醒您的记忆。您瞧，无缘无故的，您为什么要说假话呢？您的第二个杰作就是包先生这枚针头，是您趁包先生的房间没人的时候，从包医生的针盒里拿了一枚针，偷偷的扔到了作案现场。不，我没有偷针头。您忘了，您的指纹已经留在针头上了。当然，这一点还不能证明刘先生是您杀死的，但是这件东西使你露了马脚。
这几天你同马文先生打得火热，无非是想制造一种假象，以便让马先生充当您的替罪羊。您能说这只打火机不是您的吗？不不，我没有理由要杀我的丈夫，我和守德是有感情的呀。这还是请马文先生来解释一下吧。嗯，其实很简单，这一切不过是为了钱。刘守德总经理在永安保险公司买了500万的人寿保险，赔偿金的受益人正是李丽小姐。前不久有消息说刘总经理在新加坡的夫人要来香港，还传闻刘经理最近在台北又恋上了一名歌女。李小姐感到自己地位不稳，前景微微，迫不及待地想早一天拿到那笔巨额赔偿金，才出此下策，趁这次来旅游之际动手杀死了刘先生。至于李小姐与刘守德是否真的有感情，那只有鬼才知道。你这条狼。梁先生，您说过我是没有作案时间的呀。是啊，这也是我所解开的最后一个谜。你只有15分钟时间，从宾馆正门到后山荔枝林是不够的，但是你没出正门。这就是你的作案经过，走这条小路来回也就用不了15分钟了。非常抱歉，案发那天我们借服务员给各位擦鞋之际，对每位的鞋进行了检查，只有李小姐你的皮鞋上沾有那条小路所特有的一种红土。李小姐，你还有什么问题吗？那，签个字吧。